大家晚上好，猜猜我现在在干什么？我现在在整理我的 luggage。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下，我现在这个时间，我现在时间是7月9号的2:30。然后我在干什么？我在整理 luggage， 因为我们是准备7月11号的7:20的飞机出发去桂林。这一个 trip 的话，其实我本身，飞机票的话，我们花了737令吉。住的话，我要看回去那个价格，应该是200-300左右。我要看回去，等一下我会报在下面。在吃和玩或者交通方面的话，我目前是带了1200人民币，然后准备就是看能不能就是用1200元，然后就可以玩了一个6天5夜。然后现在我要整理 luggage， 有点乱，所以我就没有拍给大家，因为真是太乱了。那我们就11号见喽，拜拜。我们已经抵达机场啦。吃的早餐，这个是他们的应该是奶茶，然后这个是我们打包了他们的卡，然后这个是花茶，还有鲜豆浆。我们成功 check in 啦！现在我们要准备去拉车，前面就是我们的司机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到龙脊梯田路。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龙脊梯田的这个景区门票处，然后在这边购票。Hello。 我们到了这个龙脊梯田的平安寨，看他们的那个屋子好高哦。这旁边都是梯田，然后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我们自己住的是哪一家。我们到了，香港，哇，好高！这是我们的房间。哇哦！哇哦，真漂亮！这是我们的另一家房间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双人床的双人房，然后也是一样。Okay， 外面就是他们的 balcony， and then 这是他们的厕所，厕所也很干净，喜欢喜欢。今天的午餐，这是我们的麻婆豆腐，然后这个是焖五花肉，还有这个是酸菜鱼。
超大的。这是我们要去九龙五虎观景台的阶梯，这里全部都是他们这边的人住的地方。嗯，哦，啊，这里就很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 ，My God。给你们看，它其实它就是这样子一条小路，然后这边就是梯田了。哇哦，它其实我觉得蛮危险一下，但是，是真的很壮观。你看我们那几个。Dragon camera， 快点看这里，看这里。我们来到了这里吃这个，这什么地瓜球，然后这是它的景，然后但是呢他们这里是没有给空调，没有给风扇的，所以好热哦，你们要自然凉哦。传说中的竹筒饭，这是他们的龙脊撞香风，然后他们的这个菜全部是现做的。我刚才先拍我们的衣服，然后他们是要拍衣服啊，怂了。这是他们的这个 menu， 是老板娘送我们喝的糯米酒，它是什么做的？OK， 水、糯米还有酒曲，然后保质期是6个月。哦，就我们住的这一家是这个田园民宿，然后这次是我们的赛衣节，10号到12号，所以他们都有点灯，这些灯都是梯田的灯哦。Oh my god， 好美哦！今天的早餐是我们的米粉，然后还有就是老板娘做的鸡蛋。我们爬楼梯耶，板娘说可以直接喝的山泉水，给你们看我们在装他们的水喝。Oh my god， 很美很美。才去到这个阳朔的酒店。这是他们的小超市。昨天我们是在那个龙脊梯田，然后今天已经来到这儿。
个做这个竹筏漂流，好漂亮哦！而且它的水很清耶，今天的水超清，哇！OK， 忘记来是对的哦，大家。我们到我们的民宿了，就是这个林间小站。我看到它的彩虹的那个树，好可爱。黄皮定名茶。哦，它还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店。哦，哇，好美哦，喜欢喜欢。嗯。到了这家拐哥鼎国饭吃午餐，目的地在您附近。今天的午餐，这个是我们的竹筒鸡，然后这是小河虾，还有这个是我们的砂锅鸡。哦，它是一场一场的，它是可以中途加长。新平古镇的 Luckin Coffee， 然后现在要去 try 他们的茅台咖啡，还有他们的椰拿铁。Let's go！ 美女，美女，做竹筏吗？美女，我们来到了20元的打卡地九马画山。哇哦，好可爱！然后这里他们是有。然后免费试拍，不满意不收钱，然后一拍是30元，这边看，30元。小车车要回到新平古镇啦，这里真不好看。请要镜头看一下。哇哦，来你看，大家好狼狈的样子哦。Oh my god， 你看全部流汗流到这样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人在这个新平古镇，然后可是这一边其实它天气真是跟马来西亚一样热，所以你们看我们其实全部人都已经流汗流得很夸张。然后这样子一共30元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个火小牛啤酒鱼，然后我们现在人是在这一个阳朔的西街，这边的很多人，懂吗？满满的人。今天的晚餐，然后我们叫了他们家的啤酒鱼，很好吃，也很香。哇，西街好多人啊。大家看这个万寿宫，上面是一座山，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？在阳朔的房间，然后楼上也是可以上去睡的，一共是5个床。
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小姐姐。参加宵夜，好漂亮啊 ！Oh my god！